礼拜礼拜六礼拜天跟下礼拜一三天连假要庆祝我们的国庆日咯，国庆日会不会有股市一些提前入袋为安的魔咒呢？但是有哪些的政策概念股可能有戏呢？国庆有没有大礼包？这外资该不该送我们一些生日礼物呢？因为外资在九月持续的汇出哦，金管会在今天最新公布九月份外资汇出的金额1821亿，连续四个月汇出。如果统计今年一到九月份整个外资汇出去的金额是7092亿，历史以来在前一到九个月汇出金额最高的就在今年了。但是十月份有没有可能有所转折呢？好，但是就在进入十月的时候，欧盟在今天做出了一个最新的决定，这是外国媒体传出，欧盟达成了新一轮要对俄罗斯的制裁协议，内容还不知道，但今天这个消息的确有让市场揣测说，欧洲股市今天有一些些拉回，会不会这些制裁措施反而是自食其果呢？好，但是今天虽然欧洲股市、德国股市啦、法国股市有一些拉回，昨天的低点都还没有跌破，这是盘中的最新消息。但说到了连假，我刚刚去查了一下最近连假的天气，因为很多人可能已经安排了出游计划了，礼拜六还会下雨，礼拜天雨会停下来，气温会稍稍降，早晚的温差很大，但我们关心的其实是礼拜二。礼拜二我们回来台北股市交易之后，温度能不能回温呢？汉伟，我们要请您上台来。好，很多人在讲说，连假过后会不会变盘，会不会变盘，甚至会有什么的国庆魔咒？我听过中秋变盘，我还真没听过国庆魔咒，有魔咒吗？说真的，就统计资料来看的话，五五波啦。你看过去这十年里面下跌的，总共有五次，上涨的总共也五次。哦，你帮我们统计出来，过去在国庆日之后，对，后一天你可以发现到跌的跟涨的各一半嘛。那涨幅跟跌幅，但当中这个2018年是跌的比较重一点的，但其他大概都是1% 左右的一个涨跌幅，也代表说国庆日之后的当天的一个交易日到底是涨还是跌？我觉得其实就统计资料没有看出明显的一个所谓统计上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数据，所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但我觉得就整个所谓的国庆日后，就下个礼拜二台股的开盘会是涨还是会跌，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国际股市的变化。但我觉得其实今年的国庆日来说的话，最少我们就股价位阶，大概是这几年2020跟2021相比的话，我们位阶是并不算非常的高啦。因为那时候1295其实也是在历史新高附近，16462也在历史新高附近，这一次已经从高点修正大概13800。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低位阶底下，我觉得去赌说，可能这一次第十一年，我觉得上涨机会应该相对会比较多一点。OK， 好，所以隔天到底表现会如何，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因为五五波。那隔天之后，你觉得台北股市会走哪一些题材呢？我觉得隔天之后的话，当然就要看到我们这一次众所瞩目的这一次国庆日上面总统的谈话，到底对这个台湾的经济啊、台湾的军事啊、台湾的外交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个说法？因为每年的国庆日，大家重点就会放在台湾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啊、中美之间的关系啊、接下来经济的发展，到底蔡总统讲了什么样的话，会不会带动一些政策的一个新的需求？所以你知道今年总统要讲什么？我觉得其实从过去几年他的一个谈话内容，重点都放在这里啦。所有的篇幅应该都在讲两岸的关系，因为全市场最重视的就是说，到底蔡总统对现阶段两岸关系怎么样去诠释？现阶段的一个紧张的情况。那我觉得另外可以留意到，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台湾在谈的经济转型，但对总统来讲，他职权对经济这一块不是琢磨比较多的，可能是行政院长的职权。但他在国庆谈话当中，对经济转型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相关的内容会提到，里面一些相关的政策的一个细节。那再来就是说，大家最重视今年台湾的一个能源的安全，未来的一个碳中和的政策。其实这两年在蔡总统的国庆谈话当中，都有提到能源政策相关的一些方向，所以可能在这三大主轴当中都带动一些新的需求。好，所以两岸关系、经济转型、能源政策，其实这不仅是我们现在全球可能地缘关系啦，还有经济怎么看现在的经济状况，跟能源、净零、碳排都是主轴。那我们就延伸出来哦，两岸关系在接下来可能有哪一些的延续题材？对，因为我们回归到就是说政治面给政治面去解读，我们回到所谓经济面跟股市相关的一个题材。我们讲说两岸关系紧张，我觉得对整个国防安全预算需求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从今年这个八月份的台海军演以来，台湾一些航太科技啊、安全监控啊、一些相关军事安全的股票其实表现都很强。我觉得跟可能接下来台湾在
国防安全预算的一个提升会有直接的一个相关。OK， 对，那第二块就在于说，因为经济转型会面临到比较大的供应链干扰，因为我们现阶段跟中国其实有一点这种要分割的一个感觉，所以可能一些新南向的政策啊，或者说台商要回台做一个设厂的动作，我觉得都会带来一些新的一个需求。那加上说，目前在所谓的全球的一个地缘政治当中，也可能大家选择说，跟俄罗斯、中国站一边，还是说你要跟美国、欧洲站一边，所以可能一些新的政策啊、新的标准都要选择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这时候，我觉得经济转型的部分，可能是未来我们台湾的一个政策要考量到，可能对哪些厂商有利，哪些厂商不利。我觉得是可能这一次也许蔡总不会提到，但接下来可能是整个政策规划的一个目标。没错，好，这是经济转型啊。除了这能源政策呢？对，因为现阶段当然全球沸沸扬在谈就碳中和的一个议题嘛，因为今年其实全球极端的气候非常的严重，所以可能碳中和这个议题已经慢慢被摆上台面上来了。像欧盟其实在今年也通过了所谓的一个未来减碳的一个时程表，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本来碳中和就是我们政策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时候对于这种蔡总统谈话里面，我觉得对于干净能源到底未来什么替代率啊，什么能够取代所谓的一个比较耗能的能源，另外今年大家所重视的会不会又限电啊，又停电又跳电，安全用电的一个需求，我觉得都是这一次可能在谈话当中也许可以透露出一些商机的部分。这些三个主题听起来都不是在过去突然有的题材，两岸关系、目前地缘政治，全世界都很关心。经济转型的确有一次，现在中国要清零，要清零，所以很多供应链卡住了，这也是事关全世界的一个经济，还有能源政策。我意思说，这些个股之前都有涨过一波了。那如果说接下来在国庆演说当中，总统又有任何政策的一个宣示的话，可能下一波上涨领头羊可能会是谁呢？我觉得其实都有机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大题材当中相关的个股啦。第一个就是安全监控的精锐，其实就从八月份以来，精锐股价表现很强。那刚刚提到嘛，如果接下来国防安全预算能够提高的话，我觉得对安全监控啊，一些可能国军采用一些所谓镜头的一个部分的采购案，也许会做一些提升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时候对精锐来讲的话，它有一些政府的标案的题材。那法人预估说，今年的 EPS 可以上看到6块钱，以现在股价136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并不算非常的高了。它是做监视器的镜头，对，监视器的镜头，而且跟一些相关的安全监控的模组跟系统的一个开发，所以可能就是说，它目前并没有说直接拿到所谓国防部的大单，我觉得，但是在整体上需求应该是有这样往上看的机会。那另外，但就比较直接相关就是雷虎，它是无人机，大家都知道无人机的国家队，连这个联电的前荣誉董事长也对这样的一个国防议题开始做一些所谓的比较资金投入的情况，所以对雷虎来讲的话，本来是商用无人机，慢慢切入到这个军用的一个无人机，所以这时候如果说两岸的紧张局势，因为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十月底有中国的20大，对，那20大之后，中国会不会对台海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新的诠释？那当然我觉得都会影响到可能在第四季，也许台海之间的一个危机，也许是大家可能要关心到的重点。但在这危机的情况里面，但我觉得对精锐对雷虎来讲，就有机会复制八月份，就大家会怕的时候，资金反而会往这些股票去做个流动。我们等一下看 KO 哈，还有矽制材的创意呀，对，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管制不断在做一个提升当中嘛，所以创意或者一些细制材股票，我觉得都有这种所谓转单的一个题材。那创意我为什么特别提到它，就是说因为它在整个细制材股票里面当中，它是在5奈米跟7奈米的一个先进制程提前已经开始做一些开案的动作，那背后又有台积电这个富爸爸，所以台积电最近股价强弹的时候，我觉得对创意应该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另外，因为今年整个 CDMO 是国家对政策扶持的一个重点，那我们讲到其实整个新南向政策，其实生技的新南向，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宝瑞是国内 CDMO 最大的一个大厂，而且过去这几年其实在整个一个事业体制呈现多元布局，将了全球的一个布局，我觉得其实都有机会在整个一个分散风险啊，跟未来的一个 CDMO 商机里面，我觉得它是有机会受惠的。那这次政策题材如果提到相关的部分，我觉得它可能就有被点火的机会存在。那再往下可以看到储能跟太阳能，像中兴电、像元晶，这个中兴电是台电5000亿的大单，我觉得中多趋势没有改变。元晶的部分的话，因为太阳能部件其实国内开始快速的一个增加，很多的一个新建案啊，一些所谓新的工厂都采用太阳能板来做一个发电的动作，所以目前反而预估它第四季的毛利率是有机会呈现提升。那我们当中可以帮它整理出来，你看到它八月份营收这些股票
都年增成长相当的漂亮，是也代表我觉得其实业绩的题材都能让股价相对比较抗跌。来，我们看几档的 K， 第一个是雷虎，雷虎其实之前已经涨过一波了，雷虎今天收盘价18.3元，今天的股价。最近啊，台股震荡的时候回测季线站回来了，雷虎在接下来怎么判断？对，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说在这个高点去追他，风险比较大嘛。当然回到这个低档均线纠结区的部分，我觉得这边去低接他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如果说在国庆日之前，它股价有再度回测到所谓的一个季线啊，甚至回到这个半年线的关卡，其实大家都可以考虑低阶进场。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嘛，如果接下来这个中国的二十大之后，对于台海之间有一些新的紧张局势的话，我觉得雷虎这种无人机的题材。本身来讲，筹码相对比较干净，可能股价都还有补涨的一个空间。刚刚我们也讲到创意，来看一下创意的 K。今天创意的股价在台股大涨的时候，虽然开高走低，回测了月线，这样的技术线型算强吗？我觉得看起来它，你看它这个所谓的一个中期的季线，现在是维持一个上万的格局嘛，所以季线不破之前，我觉得它中多架构都有机会延续。但因为毕竟它股价其实相对台湾的这种高价股跟电子股来讲，它其实位阶相当的高，所以你要等待它往上突破这个前波高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要看到台积电站稳到季线之上，看到一些所谓 IC 设计类股出现强弹的格局，我觉得它可能会做一个比较积极的表态。那目前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区间进行箱型的整理，那也就是说拉回来到低点，你再买方上去到高点，你再卖方，做一个来回操作，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好，我们再回到上一张，刚刚汉伟帮我们整理出来，还有中兴电哦，中兴电之前也成为热门股，今天中兴电的股价。拉回守住的是半年线，五日均线也守住了，再往上反弹的机会高不高呢？我觉得应该还蛮高的嘛，因为它毕竟它的业绩都相当的一个稳定嘛，你看它营收年增率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健。那接下来又有所谓的一个台电5000亿的大单。市场预估的中间可能是当中最大的一个受惠者，所以股价一样，你说在这高档65元以上这个平台区，你去追加它，但我觉得相对风险比较大。但你已经回到这个半年线的关卡，我觉得这边进场的胜率相对比较高。那当然你说你去买中兴电的话，就观察一下，如果说连这个前波的起涨平台区都被跌破的话，你可能就先停损出场。或者说先把这个股票先砍掉一半，那等到后面再往价更低点去做个低阶，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做法。OK， 好，这些是国庆演说当中有可能提到一些相关的政策概念股，但是国庆三天的连下汉文，我也担心有的人要提早获利了结入袋，有哪些最近涨多的可能？在连假之前会被卖压给打下来，如果手中有的话，您建议先入袋为安吗？我觉得以这三个族群来说，我们先说观光族群，可能稍微要稍微去留意一下，因为10月13号就解封国境了嘛，所以对这个利多题材来讲，就10月13号就到底是利多出境还是利多续涨，我觉得在这个国庆日之前，应该有人会选择先卖一趟再说啦。所以最近观光饭店的股票其实走势比较弱的，在台股强弹的时候，他们反而出现高档的一个回跌。那另外留意到就是说，网通跟工业电脑，不是说他们的一个基本面不好，是说因为第三季台股在跌的时候，这两个族群几乎都没什么跌到，所以第四季如果说资金轮到跌升电子股反弹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些资金跷跷板，高基期的网通啊，高基期的供应电脑，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些资金补跌的压力。然后再就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因为他们今年都是过去这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今年出货开始快速的拉高，但是到了明年，其实就一些法人报告也提到说，可能明年这种去库存的压力会转到网通跟工业电脑身上，所以如果说明年它的这种库存的压力开始升高的话，也许第四季有相对高点，可能大家也可以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OK， 好，谢谢汉伟。所以接下来哦，国庆会不会有所谓的国庆魔咒？汉伟帮我们整理出来，过去10年国庆日之后隔一天的行情55波，好像没有什么趋势，所以哦，这一次还不知道，但是可以期待的是，国庆演说当中，我们的小英总统如果释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这三大的方向不仅台湾，全世界都在关注地缘政治的关系、经济的转型、能源的政策，可能引发出哪一些对股市有相关的一些题材概念股，在汉伟也帮大家提出来了，所以。国庆之前有没有一些追价行情，明天的股价就很重要，有没有机会慢慢的动起来，甚至于说
国庆演说完之后有没有机会动起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好，不过说到了我们下个礼拜连假，这个礼拜中国已经在放11连假了，连续放了一个礼拜。听说啊，这11连假虽然很多的地方大家还是有一些行动上的管控，但是能够出门的很多人去买黄金，这一波在中国大陆掀起了扫金热。谁呢？中国大妈、中国大爷最近都在抢黄金。黄金是过去当中非常重要的避险工具，但是今年在年初杀了一大段，现在从相对的低档开始进行反弹了。我们可以跟着中国大爷大妈一起去抢黄金吗？休息一下，齐展告诉您。